社会主义，发展马克思主义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变革坚定性，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，举手。请放下。请放下。没有。通过。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，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，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坚定不移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。现在进行第四项议程。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。